我们下面来看考点四。考点四呢是关于业主的建筑区分所有权，啊，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所有权，两颗星的考点。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它概念特征，这个呢大家都不陌生。为什么？跟我们的小区有关，那就是业主啊，对我们建筑内的住宅，包括经营性的用房，它的专有部分，是拥有所有权的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房子啊，室内这一块。 啊，我们拥有啊所有权，专有部分。另外呢，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我们享有共同的啊共有和共同的管理权。比如说电梯呀，包括一些公共的走廊呀，这些大家共同所有、共同管理。这就是我们说的叫业主的叫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吧？首先是谁用的？是业主用的，而且真的是建筑物。 啊，拥有所有权怎么办？区分所有权，它区分了好几块，所以这个啊考点呢，它首先这个概念啊名字就很长。那我们下面来看它有什么特征。第一个特征，复合性，那就是专有部分，大家拥有所有权啊，专有部分啊，你的房子室内的这都,都你的拥有所有权。共有的部分呢，拥有共有权啊。我刚才说过，电梯呀、啊，包括公共那些走道呀啊,啊，这些大家有共有权。 另外呢，我们还有成员权，嗯，我们既然是这个小区的成员，啊，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权利，啊，是每个成员享有的。马老师会专门讲啊，在一些重要事情上，成员是有表决权的。这是关于啊复合性啊三权，那就是所有权、专有部分、共有部分叫共有权，有、这个成员权啊三权，所以它具有复合性。第二呢，专有部分是所有权的主导性，是的，啊。 你如果没有这套房子，那也不存在什么电梯呀、啊，包括走廊，大家有共有权，也不存在有成员权啊。是因为这套房子是你的，所以专有部分它具有主导性。另外呢，一体性，叫三权权利一并转让。那什么叫三权权利一并转让？那如果你要卖房子，你不能说我把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啊，就是这个成员权我还留着，我只拥有什么？我只把专有的部分卖掉，不行。 要卖一起卖，三权呢要转一起转，所以呢主体呢身份具有多重性，这个主体，比如这个房屋的主人，他集所有权人、共有权人、成员三个角色呢于一身，所以呢主体的身份具有什么性？多重性。最后，客体呢是兼有呢独立用途部分和必要共同设施的一个建筑，那就说明我们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建筑 是，首先它有独立的空间，一家一户的独立空间。另外呢，也有一些共同的设施，比如我们走道，是吧？楼梯啊，包括一些外墙啊，包括呢，我们说电梯，共有设施，那就说明这样的一个建筑，它就存在呢，这个叫业主建筑区分所有权，那就是啊，独立的部分啊，还有呢，必要的共同部分啊，这样的一个建筑，它就是我们这个啊，这个权的一个客体。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业主建筑区分所有权，它复合性、专有性啊，专有的部分具有主导性、一体性，主体身份的多重性，包括呢，客体是什么样的建筑物，它、啊、的特征。那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建筑区分所有权它的内容，应该说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哪一些是专有部分呢？房屋啊，我买的房子，我买的车位。 现在呢，经营用房，我买的摊位，这个摊位是我的，这种特定的空间，是吧？房啊，这个房屋、车位，还有呢，摊位，摊位是什么？经营性的房子啊，这个摊位是我的，能够呢独立登记，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一个客体啊。独立登记是归某人个人所有的。这实我们买房子，主要是针对是这一部分专有部分所有权。 共有部分呢？共有权哪一些是共有部分？考试还经常考到，要重点掌握。第一个是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共有的，但是呢，如果属于城镇公共道路除外，啊，有个除外。第二呢是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但属于呢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啊，那就说明城市公共的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绿地，那就出来了。比如说有的小区。 允许呢盖个小院子啊，一些这个别墅区，那小院子人家自己做的绿地，那就让个人所有，啊，道路绿地说明一般是啊共有，但是呢个别除外，这两个是有除外的，要小心一下。第三个是建筑圈内啊，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包括公共设施，包括物业服务的用房啊，比如说配电房是吧？啊，这些呢都是大家共有的，而且是绝对共有，没有例外。 啊，那占用业主呢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所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啊，那就这也是绝对共有的。那前面两个是有例外的，后面两个是绝对共有，那就是道路呀、绿地呀，这两个是有例外的，而其他两个是绝对共有的。另外呢，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啊，放弃权利了，说什么啊？说这个啊，道路我不走了。 啊！我不交物业费了，行不行？不行！你走不走？你哪怕不住，你都要交物业费啊！所以呢，这是共有部分，大家共有权，不能说我放弃权利，我就不履行共有的义务了啊！这是哪一些是专有部分，哪一些是共有部分？再往下，业主呢共同决定事项，这是我们这个成员权的一个体现啊！哪些事情我作为一个成员，我有权参与决定呢？比如说第一个，共同决定事项。 我们这个书上一共列举了有几项呢？有八项事情，其中前五项和后三项它的表决要求不一样，这要注意啊。那前五项事情相对来说算小一些，比如说制定和修改呢业主大会议事的规则啊，咱开业主大会，我们平时该怎么商量事情？议事的规则。第二呢是制定和修订呢管理的规约啊，大家平时管理一些公共啊这个约定。 要管理规约，当然选举呢业主委员会或者呢更换业主委员会啊选举业委会。第四个呢是选聘或者解聘呢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的一些管理人员啊这个物业公司不行，把他赶走换一个。那谁定？要我们业主呢共同决定。第五个是使用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我们在交房的时候都有个公共维修资金啊，使用这个维修资金。 那这五个是我们什么？是我们这个共同决定事项。那这五个和后三个区别在哪地方呢？它决议规则不太一样。首先，参与表决都一样的，那就这五件事情需要有多人参与，这个会开的才有效。要专有部分面积占到大于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而且人数呢占到三啊大于三分之二的业主来参与表决。首先，参与表决两个三分之二。 面积要大于三分之二了，还有呢，人数要大于三分之二，那两个三分之二都要具备，这个会开的才有效啊。那这第一个，多少人来这个会才有效啊？占了多少面积的这个代表来才有效？两个三分之二面积和人数。另外呢，通过决议来了不不代表大家都同意啊？那多少人同意才算有效呢？啊，经参与表决的，注意啊，没来的不算。 是参与表决是来的，那就参与表决的专有部分面积的啊大于二分之一啊这样的业主，还有呢参与表决人数呢大于二分之一的业主同意，那就说明通过决议是参与表决的面积大于二分之一，2, 人数大于二分之一，2, 那就是两个二分之一啊。这是关于通过决议是双二分之一，2, 参与决议是双三分之二，这是我们前五项事情。 双二分之一啊，双三分之二，双二分之一，后面还有三件事情。第六件事情，那就筹集呢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那就筹钱。还有呢，改建、重建建筑及附属设施，筹钱呀、啊，需要大家交钱，大事。改建、重建建筑，重建这个东西大事了。它呢，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啊，比如说原来这个广场，我们改成什么用途？ 包括呢，利用呢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啊，共有部分咱们从事经营，那这几件事情都算大事。那我们总结一下，有一条要注意，用钱需要呢大于二分之一，2, 但筹钱呢需要大于等于什么四分之三。4, 马我再讲一讲，那么这三件事情参与表决还是一样，面积呢占大于三啊，大于等于三分之二。2, 然后呢，这个人数呢占比大于三分之二，那就也是双三三分之二，就是参与表决也是双三分之二。那通过决议呢，是经参与表决的专有部分的面积四分之三的业主，还有呢参与表决人数的四分之三业主，两个四分之三，双四分之三同意，这三件事情才能过。那哪几个要求双四分之三？筹钱的问题，改建改变用途的问题。 还有呢，经营的问题啊，都需要什么？这个四分之三，4, 而其他的都是二分之一。2, 我们简称叫“应该抽钱”，“应呢”呢是经营，“该呢”呢是改变，剩下两个是抽钱。应该抽钱，应该抽钱，抽钱这几个要求是四分之三，4, 而其他的我们记不住的都是二分之一。那我们来看，用钱是二分之一，筹钱是四分之三。4, 这个钱的问题，你看这个地方是用钱，要求呢二分之一。 而这边是筹钱，要求是四分之三，所以到钱的问题还要想想是用钱还是筹钱。关键词应该筹钱，应该筹钱四分之三，其他的都是二分之一。这、就是关于双三分之二，那就参与表决都是双三分之二。关键是通过决议前啊五件事情，前五件事情是双二分之一就行了，后三件事情是双四分之三啊，要多加小心。 下面做个单选题啊，二一年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关于建筑区分所有权的说法正确的是，区分所有权。来说，建筑区划内的物业服务用房属于物业公司和业主共有，错了吧？是谁共有？是业主共有，跟物业公司没关系啊，物业公司就是我们聘来的一个服务人员而已。B 选项呢，占用呢业主共有的道路用于呢停放汽车的车位。 属于业主共有，而且这个是绝对共有的，没问题啊，绝对共有。所以呢，建筑区划内的公共道路属于业主共有，公共道路是有例外的，是吧？是有例外的，所以这个不能选。还有呢，建筑区划内的公共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也是一样，这个是有例外的，那就是 C、D 两个是有例外的，A、B 呢是绝对归什么？大家业主共有，而 A 呢，它讲了物业公司。 跟物业公司没关系，所以选的是哪一个？B 这项正确，那就是我们要注意了。那就像哪一些呢？啊，像我们这个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啊，包括物业用房，肯定都是业主共有的，所以 A 明显错误。B 呢没问题，而尤其要注意道路的问题啊，它有例外，属于城镇公共道路除外。还有呢，绿地的问题也是一样，有例外，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 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绿地的除外，要多加小心。选的是 B。再看二零年的多选题，根据呢《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业主共同决定筹建呢建筑及附属设施，它的维修资金筹钱，需满足什么条件？筹钱应该筹钱啊，双三分之二，双四分之三。还说有专有部分面积。 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而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决定，是的，面积和人数双三分之二的参与。B 呢，经参与表决的全体业主同意，没有要求全体业主，全体业主有时候众口难调，很难做决定。C 呢，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啊，这个且呢，参与表决人数的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它是双过半数，双大于二分之一，2, 不对啊，这个表决错了。那专有部分面积二分之以上，占比人数二分之以上，双二分之一，2, 而且是大于等二分之一，2, 这是普通事情。这三个大事一般要双什么？四分之三。一、e、呢，请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而且参与表决呢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啊，这两个同意，双四分之三，那这个才可以。就是毕竟是筹钱，不是仅仅花个钱而已。所以选哪几个？I、E 两个比较正确。尤其要注意呢，前五类都是什么？双二分之一，而到第六类筹钱的问题，刚才考的就是第六类筹钱，是吧？第七类改建重建应该嘛？啊，应该筹啊，这个筹钱啊，包括呢改变用途。 包括呢，其他的从事经营活动啊，这几件事情是双四分之三啊，双二分之一不行，所以选的是 A 和 E。第五个考点：相邻权。相邻权一颗星，那就说明考的很少啊。那么首先了解一下相邻权的概念。什么叫相邻？听名字就知道，你要处理好跟你邻居的关系啊。平时如何处理好跟邻居关系呢？可以说就是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 不动产相邻的各方，不动产相邻，它才叫邻居，是吧？你家车跟我家车挨着，这不叫邻居；你家的房跟我家房挨着，这才叫邻居。不动产相邻各方在对呢各自所有或使用的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时，相互间呢依法应当给予呢必要的便利或者接受必要的限制而发生的权利有关系。啊，给别人一些必要的便利，啊，给啊接受呢。 必要的一些限制，比如说第一个土地的相邻啊，我的地和你的地挨着，是吧？那怎么办呢？林地的通行权啥意思呢？假如说这样的啊，这是 A 的地，这是 B 的地，这边是马路，如果 A 地上或不走 B 的土地上走，那就无地可走，没有路可走啊，没有地方走啊，一圈全是山，只有从他这个走，那 B 呢要给予必要的什么便利？ 啊，要让艾娜走，你不能拒绝。林地的管线安设权，比如说这是我的地，这是你的地，一个管道从这个铺设一个水管，那你说不走，你这走能从天上走吗？所以呢，给予必要的什么便利。林地呢使用权啊，林地使用权，还有呢叫林地的环境保护权，什么意思？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土地在用的时候不能污染我的环境啊，不能污染了我的地。还有林地的安全保护权，讲白了就两家地挨着。 互相在通行呀，铺设管道呀，包括呢使用呀、环保呀、安全，互相给一些便利，啊，这就是土地的相邻、水流的相邻，相邻水流的使用权还有呢排放权，什么意思？比如说这是一个水流，是吧？这个水流，当然这是上游，这是下游，啊 a 家呢住在上游，B 家住在下游，那两家平时呢关系处的很好，但最近因为某个事吵架了。 吵架了，那 A 就说：“你居然跟我吵架，我把它堵上，我让你旱死我，你喝不到水，能不能？不能堵，给人家必要的什么啊？相邻的水的使用权。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呢，a 在旱季的时候，他把它堵上了，后来关完雨季来了，雨季来了呢，A 呢就只能把什么把这个水闸给弄开了。弄开之后呢，B 说 A，他居然当时哎呀没下雨的时候，他天天堵的我都没水喝。” 我在这个我我堵上，我我淹死它，要的是吧？这叫排放权，要不能阻挡这个水流啊，要给上下游什么正常的使用。另外呢，正常的排放，这是水流的相邻，建筑相邻就更好办了。比如这是你的房子，是吧、啊？这是你的房子，这是我的房子，咱俩的房子是挨着的啊，前后排，然后呢，互相要给予必要的通风采光，包括呢通行权。 包括环境保护权是吧？通风采光，你家在南面，你盖楼不能盖得太高，你影响我后面的通风采光啊！这是给我必要的通风采光。另外呢，通行权，那假如我家在前面，你家在后面啊，那后面这个人如果每次走那个前面这家啊、呃、家的这个墙旁边走，你不能说我不让你走，必要的通行啊，还有环境保护，那你比如说你前面这家，你居然在家里面干嘛？你养鸡。 你养鸡，我们知道，那到夏天多难闻啊！那人家怎么住啊？是吧？所以呢，要环境保护，也要给予必要的什么啊？这个注意，那就是关于土地的相邻、水流的相邻、建筑相邻啊，和邻居之间如何处理好关系，这就叫相邻权啊！而且这种权利是法定的。那我们往下来看，做个多选题，在下列客观事实所引起的纠纷中。 啊、呃，应当按照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予以处理。相邻关系，我们说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啊、呃，你要给予必要的什么便利啊、呃，或者说呢，另外一方要做必要的限制。按说，甲在邻居乙的房屋后面挖菜窖，造成乙的房屋基础下沉、墙体裂缝，这是属于什么相邻的安全问题？说你在你家地的旁边挖菜窖，你把我的房子给挖塌怎么办？影响我的安全，所以不能再挖了，这是相邻关系。 B 呢？甲村为了取水浇地，在必经的邻村的土地上修建了一个引水渠。哎，必经的邻村土地上修个引水渠，可不可以？可以。你不让我走这个经过，我没地方可过啊，是吧？没地方可是必经的，所以你要给我必要的便利，让我过。C 呢？甲新建的房屋滴水，滴在邻居乙的房屋上。那你告诉我，甲的房子呢滴到乙的邻居房子，那会影响乙的使用。所以呢，怎么办？ 那你要什么？你在建房的时候要保持一定距离啊，不要什么滴到别人房了。最后呢，就是甲村呢在河流上游修建了拦河坝，导致下游用水量呢骤减，这就又是用水的相邻问题啊，房子的相邻，用水的相邻是吧？用水的相邻包括什么？土地的相邻，这都是相邻的问题啊，包括这个相邻的这个啊滴水问题。如果真的房子建好了。 他这个另外一家房子真的就从你家房子滴点水，又没有导致你家水这个这个房子漏雨，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可以让人家去滴个水啊，滴个水如果不大也可以。另外，甲建造时呢，堆放的建筑倒塌了，将邻居呢甲的猪给砸死了，这跟相邻有没有什么关系？相邻是两个不动产相邻，不动产什么土地和土地呀，土地和房子呀，房子和房子呀。 还有河流呀、啊、水的问题啊，那租那房子跟租一个是不动产，一个动产，只有不存在相邻，这是典型的侵权，是吧？相邻是不动产的问题啊，不是租这个动产问题，所以选 A、B、C、D，而 E 这项呢是属于侵权行为啊。我就这一节做个总结，我们第二节呢就全部讲完。第二节呢是关于所有权，应该说所有权这一节呢还是比较重要啊，老师花的时间呢也比较多，给大家讲的呢比较详细。 啊！而且每年考试这一节肯定是考的重点，所以大家必须多花时间，一定要来回多读几遍啊！把老师的课件来回多听几遍。后面呢，老师也会给大家再附一些综合性的题目。毕竟这一章呢，考试分值那么高，所以呢，我们要做几道综合题，要练练手。另外，要知道综合题是到底什么样子的，对我们下一年，也就我们今年的这个考试啊，也有个预测。所以呢，这一节一定注意多花时间。 那我们第二节呢就全部结束，谢谢观看。